来了，老铁，家人们啊，咱们今天吃一个红烧的羊蹄儿，家人们啊，这是姐姐红烧的啊，哎，哎妈呀，全是皮呢，没肉。哎妈，真香！好长时间没吃了。哎妈！这里边全是小瓜。给我吃一个。香吧？香。哎，这个色香味俱全，老铁，味儿老入味了。这个了，姐。老香了。